Hello， 你们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浩南哥郑浩南，我在这里祝英皇体育的朋友红红火火，都能够在英皇体验精彩人生。Hello everyone， 欢迎关注卡卡足球解说频道，我是主播卡卡。我已经这个从事足球解说行业已经3年之久，是一名体育爱好者，希望大家多多能关注一下主播。咱们这边会每天带来这个足球赛事、篮球、电竞等等一些赛事推荐，大家记得点订阅哦。昨天全世界都看好意大利赢，今天肯定有很多人在天台吧。040比利时 VS 葡萄牙，荷兰目前世界排名16，三场小组赛3胜0平0负，期间打进8球丢2球，整体表现十分出色。主帅选用的532战术体系给荷兰带来了明显改观，看似保守的五后卫阵容在进攻端发挥了自己的优势，防守端也得到了足够的支持，攻防两端灵活互补。本场面对捷克依然会高举进攻大旗，反观捷克目前世界排名40，三场小组赛1胜1平1负，期间打进3球失2球，整体表现还算不错。球队进攻端主力中锋希克本次欧洲杯表现极佳，相比之下球队的防线本场将面临巨大压力，主力后卫博日尔2张黄牌停赛，对球队防守体系影响不小，本场推荐胜博上平。040比利时 VS 葡萄牙，比利时目前世界排名第一，三场小组赛3胜0平0负，期间打进7球失1球，整体表现出色。球队作为本届欧洲杯夺冠热门之一，球队近几年一直保持着世界足坛的顶级水准，球队攻防两端表现俱佳，而且在面对丹麦时也展现了打逆风局的能力。反观葡萄牙目前世界排名第五，三场小组赛1胜1平1负，期间打进7球失6球，小组赛阶段经历百般磨难，艰难击败匈牙利，惨败德国，最后逼平法国出线，整体表现和上届夺冠时相比更是大相径庭。不过球队在进攻端的运转十分良好，当家核心 C 罗一人便贡献5球，球队前场一干好手能够给予 C 罗足够的支持，但是球队的防线却不能让人放心，中卫年纪偏大，边路又是攻强守弱的类型，此役面对比利时，做好防守是葡萄牙的首要任务。本场看胜博让胜，二串一推荐稳039胜串040胜，博039让平串040让胜。记得下方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